这里是新加坡的士林夜市市集，士林吧，应该算士林夜市集，所以里面售卖的东西都是台湾的小吃啊之类的。今天下午开幕的时候有夸张哦，排队的队伍非常非常的夸张。哎，其实拍照还蛮好看的，店家大概就像这样子，是一个一个的摊位，然后据说里面90%的食物在新加坡都可以买得到或吃得到，排一个大鸡排什么的至少都要等个2-3个小时，超级无敌夸张。现在晚上反正我在这个时间来，现在是差不多将近10点，接近结束时间，所以人潮没有那么多，就只要能过来就能进去了。 OK， 好，我逛了第一条街呢， OK， 老实说我完全感觉不出我在台湾士林夜市哦，里面大部分的这一些摊贩跟食物感觉都好像是比较接近是新加坡式的食物，然后可能少数的会有一两摊的台湾的食物，像骰子牛肉啊或者是一些蒸奶之类的。好，其实第一条街我还蛮失望的，希望里面还有别的东西。超傻眼的，我在那边站半天竟然没有人告诉我说你 order 呢是要来这一边，自己排队自己按了，然后等号码在这边领取哦。边是弹唱表演，曲目当然都是以中文歌为主喽。记不自禁哦，以后会有奇迹。我不想忘记你，我还想再次靠近。那时的话，当然这边也少不了文创市集，都是卖一些文创的商品为主，手机吊饰啊，一些小包包之类的。至于和台湾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确定了。然后后面都是吃吃吃吃吃的灯笼，看到这样的这些灯笼的吊饰会让我感觉更像是在过这个中秋节，对，新马中秋节是提灯笼的。前面这边很可爱，这边是露天电影，算吗？算是露天电影吗？你们这看这个算什么好了。有哦，刚才店家我稍微有注意一下，基本上老板和店家好像似乎真的就是从台湾过来的，就还蛮明确的。有哦。哦，这个摊位还蛮有趣的哦，还有楼上可以看。
后你再看看排队的队伍，现在几乎要到十一点哦。算了吧，各位观众。结果来到士林，我们还在吃咖喱鸡，还是海南家乡，这个和台湾夜市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其他的摊贩的人实在太多。然后你猜猜看，这一碗咖喱 chicken 是什么价位呢？答案是8块新币。虽然说是8块钱一碗，然后是海南的咖喱鸡，但是意外的好吃，我不知道是我饿了还是怎么样，超级好吃的。店家跟主办单位已经在一直宣布说不要再排队了，真的可以走了。其实工作人员也非常辛苦，他们明天还是要继续会忙碌的一天哦，从下午3点开始到晚上的11点，应该也拍不了多少画面，就卡在这里了，就尽力吧，好吧。好了，现在离开了，排队排到都怀疑人生，再见，拜。